来看到这三军总兵医上山医区讲，医护人员较紧，那亲像含这南部进香团有关联。啊，病院方面表示，已经针对所有员工扩大采检。另外，这台北市的网咖因为有地点啊规定收的感染事件，有闹真侪民众从那入去加这台北仁医的中型医区加这跨境加采检，有闹好这医护的压力有够大。原本拜六有开门诊，不过来看医生的民众比平常时减少真多，整个医区拢空空。三军总兵医上山医区团所有医护人员确诊新冠肺炎，疑似甲南部进香团有关联，互伊拉医护人员是真紧张，即马拢唔敢待伊。个人就口罩要戴好，然后要洗手这样子。有一个护理人员，他是去进香团呐，然后回来他的朋友有其他人。证实有，那他就赶快就采检，那采检结果还是阳性。三总表示，已经对所有员工进行扩大采检，未来门诊是不是暂停，也需要由卫生局甲疫情指挥中心共同来决策。另外，因应台北市万甲区爆发地势互相稍微感染，台北市联合病院和平医区急诊停到十五，无想到多数民众来到邻近的中型医区看诊，也过检查，和医护人员的压力是真大。有医师建议，轻症也是无症状患者，应经由自主隔离、分层分流，甲病院的负压隔离病房。老后给当前患者，其实科学防疫应该包含就是对这些轻症或甚至无症状的一个人，如果他在家里照顾的时候，有没有通过一些物联网或穿戴式装置来确认他的发烧状况？医师呼吁符合公费新冠疫苗注射民众，尽紧去注射，来增加身体保护力，并且减少出入公共场所。另外，大众运输工具也应该定期来清洁和消毒，减少民众接触传播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